陆警员，这个陆风平，就是08年杨宪命案死者邓燕的儿子。这些年，他也一直在找杀人凶手。林教授推荐他，应该是他主动要求的。现在分析下来，几个案件似乎都与催眠有关。这个陆风平，的确有很强的专业能力，我们需要他的帮助。 08年的案子，竟然跟这次案子有了联系，这是给了我们破解悬案的机会。但是，陆风平是怎么知道你查过08年的案子，并且掌握了一定线索的呢？这就是他身上的疑点。双刃剑呐，这个人。 原则上是可以用，就看你怎么用了。哎，小良烟，去哪儿了？怎么老不理我呀？我，哎，我，你松手，疼吗？我是你同事，得了吧。 罗队去找鲁局了，等收拾行李。莫非，造型挺别致啊。罗队，我们公安局可不是什么人都收的。行行，自己看看。说的是你同事。罗队，你真要用他呀？